酷女孩不容错过的宝藏好物分享。用泥卸妆油，我就说很好用吧，就连油皮姐妹给我反馈都一水的夸，她这质地看着一点都不油腻。来吧，上彩艺，挤挤放就行，然后按摩溶彩妆，差不多之后就加一点水乳化，这乳化速度真的没话说了好吗？再揉几下就可以去冲洗了，冲干净之后很清爽，没有油膜感。讨厌油腻感的姐妹，信我去试试它。R N W 漱口水，我上一次就拍过空瓶记，于是我又继续安排了。我真得逃不过这个甜甜的葡萄柚味，它没有酒精，不会辣嘴，像吃了大蒜螺蛳粉啥的重口味，我就会来一杯。然后咕噜咕噜个几十秒再吐掉，总会给我一种已刷过牙的错觉。嗯，确实香香的，没怪味了。晚上喝完牛奶漱漱口，第二天早上嘴巴还香香的呢。这个可以放 Kiko 粉饼里的粉扑有木有？很耐撕，它是这种短直绒的，还有绑带上粉饼就很棒呀。重点是能放得进去，盖得上盖子，香香香。就连 NARS 也可以放，这不比那个 CPD 的粉扑更方便吗？接下来这个点彩刷就很适合打腮红不知道轻重的婆娘，你这样来回刷或者点点点的刷，它出来的妆效都不会重。当然前提是腮红显色度好或者下手不知轻重。如果腮红比较浅或者显色度中等的，我按头安利这个京东 M61， 它能像盖章一样的涂腮红，能让你的腮红显色度正正好，不会涂了个寂寞。没有啦，拜拜拜。